亲密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第25届 LG 杯世界棋王站半决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露。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国家围棋队的主教练王磊老师。王老师好。贾刚露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磊。也很高兴和大家一块儿欣赏今天这盘顶尖高手之间的对决吧。现在这个杀的正是激烈，咱们是不是也赶紧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实战的进程。好，那么这次半决赛呢，也是我们中国棋手只剩下了柯洁九段一人，对，然后他将要面对韩国的今天是卞相依，然后另外两人是朴廷桓和申敏骏，对，三英战吕布的局面。是的，那现在看到的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今年的世界大赛多采用网络对局，所以看到的柯洁是在我们的中国棋院，就在二楼进行。对，这已经下了不少了，现在是这是赛场的画面。柯洁也很严峻呐，旁边的人应该是执行的监督者的角色吧。是这样。好，那刚刚王老师也说了，这盘其实上午就已经开赛了，所以我们也赶紧进入棋局。经过猜先是柯洁猜到了白棋，很幸运啊，因为柯洁的白棋是比较强的。是，那一开始好像白棋的33相对少见一些。这可能也是柯洁是故意有针对性的吧，要取实地啊，这就宣告了这盘棋，我要走实地路线啊，这个角已经是我的了。对，先捞后洗。是，接下来一起大脚。继续贯彻他的意图。尖顶已经也不稀奇了啊，在他以前虽然是不能够这么下的，但是在 AI 时代，大多数的这个传统理论都被颠覆了啊。比方说这个尖顶以前是说不好，但是现在下了之后 AI 给的评价还不错啊，所以说你看柯洁也这么下了。是的，所以棋友们也可以借鉴一下。然后白棋挂角，挂角，对，黑棋小飞，都是非常常见的下法。白棋拖了连扳，拖，这个在以往的下法都是飞啊，是飞可能比拖稍微差一点点啊，但是这个职业棋手嘛，都精益求精，一点亏也不愿意吃，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选择拖了连扳的下法。黑棋打吃，这也是一个局部的定式吧，度过。压一下，如果你要不压呢，可能白棋就要压起来。对，然后压一下拖先，再收脚，这也都是非常常见的套路吧。是的。黑棋想在这边发展模样，所以白棋呢马上就来限制一下。这个选点也是比较特别的啊。咱们以传统的认为，这个好像在分头的时候都要选择一个两边有叉的点，这样一分头。别人走这边你就走这边，别人走这边你就走这边，你反正有个叉二的余地，比较容易安定。但是呢，现在这种下法在 AI 时代也是很少见了啊。AI 基本上要不然他就不走，要走的就中间飘一个，然后你只要是跟着走什么，他就当做已经把你给破了啊。他比较注重速度啊。对，这个黑棋逼住，白棋飞起来，这也是好点啊，这个也是非常追求效率的一点。一个是呢，本身这黑棋继续压啊，就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手段。另外，如果你要单纯的跑呢，有点无趣啊，所以说他是希望间接的支援这个子。如果你比方说你要什么再跟着我下啊，我再顺势再跑，这就便宜了，这是一种追求吧。对，这也说明柯洁是有追求的人。对，接下来黑棋也是面临选择，一个是可以继续在这边抢攻，那他实战呢是选择了先破坏白棋上面的阵营。显然卞相依认为这个子不太好攻，确实是啊，因为有了这个支援，这个子你因为他走在高位，你也封不住他啊，所以暂时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吧，所以就先走上边。把白棋这边的阵势也给破坏掉。白棋跟着硬。黑棋拆三。这拆三呢也是一个很有讲究的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为什么不拆小拆呢？为什么一定要拆三呢？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棋风有关。卞相依他这个人啊，他这个力量非常大。特别喜欢战斗啊。所以他也是瞄着白棋的弱点。你要是碰到稳健的，他可能是不先强调白棋这个冲断，他是先看着自己是不是这里有打击，我就安静一些。这个稳健的人他可能会先求自保然后再看看别人的毛病，这是棋风的关系啊。
要说好坏呢，我觉得这个棋是可以考虑走这个的啊，比较稳健啊，就说明我可能棋风也比较稳健啊。啊，走到这里的话呢，柯洁肯定不会忍了，这个必然会来打入。啊、对，接下来所以白棋打入不变。这柯洁跟卞相一之间的战绩呢，那肯定是柯洁是领先的，因为卞相一虽然厉害，但是他没有拿过世界冠军，好像我印象中决赛也没有见过，是、啊、还没有进入过决赛。嗯，他虽然等级分在韩国排名还不错啊，排在大概第四吧。嗯，啊，他的年龄呢也和柯洁相同啊，都是97年的。嗯，啊，可以说无论从名气还是实力上来讲呢，都是柯洁是占有明显的领先的啊。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卞相一仍然敢于啊出手，敢于挑战，这个勇气还是不错的啊。嗯，柯洁自然要打入啊，这个地方要是不断的话呢，那就显得是比较委屈了。嗯啊，接下来黑棋先压住白棋，哎、对付打入这个靠压也是非常常见的手段。对，嗯、然后白棋挖，哎，这个很重要啊，这种棋基本上能挖的时候一定要挖。哎，嗯，如果长的话，这个棋打入就不厉害了啊，因为长完黑棋这一接，黑棋形状是完整的啊、嗯，这个地方要注意啊。对，挖的话，如果黑棋还是打上面的话，你看，这就出来两个断点啊。对，所以说这个当白棋挖的时候呢，黑棋呢现在的棋大多都选择打底。嗯，啊，是把底下那个子吃掉，形成一个小规模的转换。对，实战也是这样进行的。嗯，这个我们也是摆的比较快啊，因为想追上实战，现在实战的正是很精彩的时候。对，因为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前面呢就稍微加快一些进程。这个打这也柯洁也很紧凑啊，这个因为卞相一还是也毕竟是高手啊，不能轻易的松。是、然后这里虽然会有个结争，但是出其无解。白棋现在、黑棋肯定是不可能开上去的。你如果开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劫材都没有，你无论找什么劫，白棋都先把你削掉。削掉之后，黑棋这上面就全死了，那这太大了啊。对。所以说碰到这种劫呢，一般来讲都是先不走啊，你既不直接开劫啊，也不消劫，你可以先去考虑这种冲断，对，比如说、先把这个地方分断开，然后去制造一些劫材，哎，这是一种常规思路啊、但是这盘棋呢，这个卞相一我觉得有点小小的异常啊，嗯，他居然选择了这个接住啊，对，这种接住呢，我觉得在高手的这个对局里边是非常少见的啊、因为你接住就意味着一种屈服啊，意味着人家打你，你不敢开解，你就白白的亏损了啊。一般人是不愿意咽下这口气。是。卞相一他这个力量很大，在他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选择接住，说明他对柯洁还是很忌惮的啊。是。他不太敢乱发力啊。无论怎么讲吧，柯洁能把这个打回去，那心情是非常好的啊。对，而且白棋能够粘到这儿以后，可以看到在这个局部其实白棋的形状还是很饱满的。对，黑棋有一个小小的鱼形还没有活啊，这个局部柯洁是得到了便宜。嗯，接下来黑棋飞出。嗯，那得到便宜之后，柯洁好像马上就我觉得下出了一步小小的问题手啊，就松懈了一下。哎，所以说就顺利的时候人就容易松懈啊，就没办法、这就是人性嘛啊。是。柯洁实战是我这走了一个。对，他有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有点薄，但是现在能够看到白棋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断点，也很着急。这步棋，这个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太好理解啊。嗯。你按理来说，你走这步棋的最大的作用就是怕黑棋从这儿贴出来。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黑棋从这儿贴出来，白棋就跟着长。对，永远在白棋的后面。白棋永远藏在你前面。是的。啊，你永远跟在别人后边，那你就是一个小跟班啊，是对不对？你永远做不了主角啊，那没什么可怕的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不怕他从这儿贴出来，那你走这步棋干什么呢？嗯，我很不可思议啊。这以后所以说这个棋我觉得白棋啊随便走着嘛，就比方说就吃这个、对，间接的去防一下这边的冲断。哎，对，你既然不怕人家从这儿贴出来，你就不走了就好，不着急。哎，不着急啊、这样的话白棋应该是很容易下的局面。那非得走这个，这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这个，因为我解读不出来啊，解读不出来啊。那便宜自然得冲断了啊。这个一下子黑棋呢这一代的这个子弟啊就都派上用场了。是的，那这你只能打下边，是，接住这个被断开了，而且你这个还得吃，因为你不吃的话呢，这个一旦被黑棋立刻就难过了，是，因为立完之后它这一拐，还会被搜刮，你是活的死的，有时候不仅仅是搜刮的问题了，因为会碰你，我这边是硬头，你这是活的死的，他跟你再商量商量，
这个太难过了，你就算活了被搜刮的都特别惨。嗯，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还得吃这个。是啊，那这么一来一看啊，这手棋就显得有点不吉了。对，有点脱离主战场的感觉。对，是是，顶一下。对，这样黑棋先手把这个地方再换。然后这个是所以攻逼固我吧，如果这步不走的话，就得防备着被白棋点防。是的，一旦被白棋占据这个位置的话，那黑棋这个所谓的后事可能都要自己忙活起来，得忙活了。所以这个地方黑棋补一手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对，这是一个攻守兼备的一手棋啊。这样一看，就黑棋这边哗哗哗黑乎乎的，这个阵势也非常好啊。这下柯洁这一开始把黑棋这个打回去的这个优势呢，可以说就失去了啊。现在又回到了比较接近的局势。然后接下来柯洁也很奔放啊。对，可能普通的棋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正常的出头。对，是的。我觉得走这个也挺好的嘛，也很合理了。因为什么？相对于这两个子，这个子更大啊，因为这个子带着虚控啊，你恐怕一十、二十、三十，那可能就数个一十十来目棋就了不得了啊。带着虚控的那都是优先要逃跑的。所以一般感觉就应该走这样啊。你要吃我俩，你吃吧，吃了我再去。对，我再抢大场。如果你吃小的话，柯洁这个有点像，两个也不给，这个也不给。是，他甚至好像似乎要把黑棋罩进去的这种姿态。对，这有点欺负人啊。是，那黑棋当然是要必然要反击。但这个当然也在柯洁的这个预料之中了。我们说高手下棋肯定都是要走一步考虑三步的。走一步看三步。你就像那个小鸟吃食儿似的，是吧？你只看着眼前的那个小米，你肯定要被装进去。所以走了这个的时候呢，柯洁马上就准备了这手棋。他是借了一个步调。对，他的用意呢是希望你跟着搬。他长，或者甚至还可以考虑断。在这地方，我们随便摆一个啊，形成一个弃子的状况。这你不还得走吗？来尝一下，爬一过来。然后咱们再怎么再走走，你看这个咋咋呼呼的好像就都护好都连好了啊，这是柯洁的用意。也因此边下一这个也非常勇猛、对，非常勇猛。那这个柯洁你不想让我跟着硬吗？我就偏偏不硬，跳出来让你这个子变成损棋。对这个虽然很勇猛啊，但是效果其实也一般啊，因为白棋把这个搬下来之后啊，把这个子给撞上了。是，我们前面就说过，白棋重点是把这个处理好啊，这边呢那都是可弃可取的，对啊，所以白棋黑棋有可能啊，还是该在这边跟着硬啊，反而中计了，可能被白棋这样一个诱饵。对对对对，但是从实战角度这样下去是很有气势的啊，我不能跟着你硬啊，听你的话呢，听对手的话呢，听敌人的话，基本没啥好果子吃啊。是的。然后再尝，白棋真傻。再搬这个子，要被轻易被吃了的话，那就白棋就活了，那也是黑棋所不乐意的。那这个不能再救回来了，如果要救的话，这个棋被一吃啊，这个脚里都漏了啊，所以说这个没办法，就只能吃这个。然后柯洁选择的马上吃俩啊，这俩吃俩不见得开心啊，因为吃俩的这个不是说一吃俩一手棋就活了啊。对，他吃俩的坏处是失去了上面那个打的先手。是，他本来可能现在出头是比较从容的，对对对，他可以考虑就是这样先出头保留。咱们说这个下围棋的时候，有时候保留很妙啊。围棋的这个棋诀里面也有这个两打同情不打这一说，就是指这个意思啊。A 打 B 打都是我的，我哪个都先不打，我该看看将来需要这么打的时候我就这么打啊，需要那么打的时候就那么打，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想法啊。因此呢，这 AI 也建议啊，别走这个，赶紧先不着急吃那俩子儿。这样的话白棋呢还是这一代还是有便宜。柯洁呢马上把这俩吃掉，看样子这个时控好像挺舒服啊，但是白棋黑棋这样一点之后，你吃俩也没活。是，而且黑棋也是刚好把上面也都加强了。你失去了这个先手也是很心痛的啊。这个随着棋局的进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地方有先手也很重要的啊。是的，这一下子局势又回到了均衡的状态吧。对，那么少了这个子的接应以后，白棋再在这里出头的形状就不是那么充分。所以这也挺委屈的啊。对，因为你看啊，这个如果你要走这个，柯洁是担心什么呢？他就这样一跳，我得硬。这样一刺，哎呀，这我都得被您点成一个棍子。没有眼啊，没有两只眼，这以后那就还要继续，可能要继续要吃苦头啊。所以说，
虽然吃了两颗子呢，柯洁还是委屈的这样做活。你想想，这都是并排四个了，咱们说立二拆三，那立四是不是得拆到这儿？但是还是这样下的话，这个地方柯洁还是有点委屈的。对，就这两步棋的效率肯定是不够充分的。好处就是，哎，这回是彻底活了啊，但是效率上比较踏实了这棋。结果这个边贤一开心了啊，一看这把柯洁的欺负得这么惨啊，那能不开心吗？哎，心满意足就接上啊，这可能是有点缓吧，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周围那么厚啊，应该是不怕，这个白棋来断啊，可以考虑之前黑棋在这个不好意思，之前在冲断之前是交换过棋。哦，这个我们这个为了追赶进程啊，太快了啊，脚里头这地方。但是试过一个硬手，在黑棋冲这个之前，靠了断来走了两下。对啊，其实没什么便宜啊，没这个柯洁硬的很好啊，就接住。对，啊，什么棋都没有。哎，你要这一吃那就中计了，这一吃一粘，哎，你就被吃掉了啊。所以这个接住之后，这个黑棋也没什么大不了。然后就留了一个打了虎的。你打了虎，你尝出来人家可以反手一打入，所以说你也暂时也没什么东西，就都搁置在那里。对，那就是这边一手还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打了虎可以破掉黑棋的脚啊，破掉白棋的脚。对，所以可能比较追求效率的棋手可能就会在这儿先抢先，对对对，捞一票。这个多少有点缓，这也说明了这个边贤一的乐观心态吧。他觉得这个地方把柯洁一通欺负啊，那非常开心，满意的。哎，这也是一个很乐观的小伙子啊。是的。然后柯洁赶紧出动啊！这个这一带如果再不走的话，被黑棋走一手，中间就很可观了。哎，要成规模了啊！咱们说破模样的时候，都趁对方要封口之前。对，这现在就是赶紧。即将封口。对，赶紧。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老师这种围控的话，是不是就可能？对，我们就是说过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后势最好不要用来围控。不是用来围的。那用来干嘛？用来攻击，钻出来攻击，对，只有你在攻击的时候才能把这个后卫发挥出最大的效率。你一去围控，对，他的收益就被固定化了啊，就相当于存银行了啊，一年给你四五个点，你肯定不乐意，是不是？你希望尖出来，能获得更高更多的收益，这个是合理的。那么白棋呢是把这拉出来。柯洁也比较凶狠啊，这个你既然不吃，那我就全给你救出来啊，看看你能把我这一队人马怎么样。是，那这样呢，这个局面就形成了这个柯洁所期待的吧，可以说从第一手走三三啊，就是这种策略，就是先捞后喜啊，先把控权拿到，然后呢走一块孤棋让你来攻，看你能攻成什么样。现在这个局面白棋显然失控多啊，这边一块那一块那一块，这也是火棋啊，黑棋眼见的就是这一个角，哎，这样一点啊，白棋失控是明显是领先的，就看黑棋怎么样攻击这一块能够收获一定的利益。白棋现在搬。你现在不能断呢，你一断我一打，这个地方是你可以就是就没有注意的，中计了，这一冲，哎呀，你后手吃一个，那估计连个芝麻能不能算上都不好说，所以这个地方不能断，这是明显中计的，所以这个地方虽然有断点，但是暂时不严厉，接还是要谋求整体攻击，白棋长，然后再飞，就可以看到现在通常来讲白棋这块呢还是多少有点苦啊，但是好在呢就一块啊，咱们说这个逃孤棋的时候你最好别能弄两块，是不是？弄两块棋被人家缠绕攻击，那你就麻烦大了啊，就一块你苦点嘛也就算了啊，你咬咬牙还能顶坚持过去。然后接下来黑棋是选择这个。那黑棋往这头来了一个，是吧？就是瞄着你这块你活不活。他是想在这个为攻击这块创造一点条件啊，而且白棋这个多少还没活，你比方这一靠你还没有两只眼，对，理论上你还是没有活尽的。这种棋反正在实战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效果啊，因为一般人不愿意这样委屈的单纯搏做活啊，对，有被便宜的感觉。柯洁这盘棋就选择了走在这里。是。这步棋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小疑问的。因为什么呢？黑棋这地方太厚了。离后的太近了。咱们说下棋的时候你应该远离后势，是不是？就像一个人又高又壮，你老是站他面前你肯定难受，是不是？对，我得躲他远点。对。
这地方太厚了，我往这地方来比较好，从这边出来。对，如果你要冲断，我要是把您冲断了，对，那我就在就在做个活得了，我就委屈一点，这已经留下了很多头绪，就活了。这样呢，我这地方有各种先手，对这块也是个支援。嗯，你要不冲断，那你这步也可能也没有多大便宜。是，这两颗子可能对中央的战斗的帮助，黑棋也没有明显的获利。就相对于这个子在这里，那还是在这里对这块更有帮助。嗯啊，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柯洁的一个失误啊，柯洁以为啊这块就没事了啊，边向一可能就放过他了啊，以为是在主攻这块，所以他跟着你这块走，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交换之后，这个子对这边白棋影响要明显比这个大。这两个交换是属于黑棋得利的状态，是的，而且以后可能这一代黑棋还有一些先手。这个柯洁，这边向一非常鬼啊，他没有马上走，马上走就没意思了，马上走就中计了。他马上又回过头来，他是走在这里了吧？又来攻击。是，这一下子我觉得这个，柯洁这个调子不是特别的顺畅啊，有点像被对手拿捏住了的这种感觉。对手要你照这个你。他也没有反击啊，柯洁一般是不愿意跟着对手思路走，对，不会轻易如你所愿的。他很善于反击的啊，但是今天有点好像是被对方跟着走了啊。这一阵啊，现在出头，对，这地方是一条路啊。是，但是白棋最重要的眼位恐怕还是在这儿，因为这地方黑棋子毕竟太多了。接下来就是这张不好跑。但黑棋也就跟着硬，眼见的白棋还是没有一条可以回家的路。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一带去马野。这也是这个 AI 推荐的啊，就是赶紧吧，咱们做活。对，这个大龙毕竟不能死啊，而且现在这白棋的实地还是比较多的啊，活了之后形势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柯洁他是比较凶悍的啊，他不愿意单纯做活，轻易做活，他还要在瞄着黑棋的弱点寻求反击。这个下法呢，在 AI 眼里可能是不给好评，但是我觉得和人类对局这是很好使的啊。以攻为守，你单纯的做活，你可能活着活着自己就出毛病了。你反过来以攻为守，你去反击，对方可能是顾不上你了啊，他一通忙活的，他早就忘了他是处在攻击的位置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柯洁这个下法对我们人类来讲是比较好使的啊，也是很赞的啊。对，他等于先把黑棋走中，然后呢，这地方有个断点，对，冲断反击，长。这个子黑棋肯定不能死啊，然后白棋一长，对，那眼见的这里好像有个冲，这个冲跟这个飞，这两步棋看着好像黑棋已经难以两全了啊。是的，但是这时候这个边向一也展现出他的实力啊，对，他选择了这个顶，这是一步很赞叹的棋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如果要拐的话，他就冲，他再冲，你挡住。这时候他这地方多了一个扳啊，对这边已经有好处不说，他这个地方他可以挤在这儿，对，本来他只能是这样连回来，单关连，他现在可以挤在这儿，你冲这个，他冲这个，他这已经连回来了，是，然后还留了一个这个20目的大关子数，就是说他这边本身就有便宜，这边也有便宜，这一手棋可以说是一子两用，啊，顶一个是妙手啊，非常漂亮的一手，这个柯洁也一下顶的。柯洁陷入大长考啊！是的，发现了正常的冲断的时候，一时没有马上注意到。对，正常的下法不太好下啊，那这个有点晕啊。那如果不从这边拐，这一带出来，对啊，你从这边出来的话，那他这个总是便宜的呀。是，因为他顶住了你的去路啊，等于是啊，这不顶是好棋。对，柯洁长考之后选择了搬这个啊，搬这个，然后。边向一是下的是点这个啊、哦，点这个啊、点这个 AI 给了差评啊。对，为什么呢？如果你要点的人家粘上了，那应该那没毛病，新手便宜嘛，是不是啊？那总是愉快。问题是，柯洁哪会那么服帖啊？柯洁不粘的话，这个点就可能有点问题了。那这时候可能直接断啊，比较严厉。那我如果冲出来呢？你要冲，那我就先把你个大包子给滚好啊！滚好之后，我再这个再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总是开心的了。你能先把对方胖揍一通，也没有亏他道理，是不是？是，就像两个人打拳击一样，你不能说我胖揍你一通，我最后我亏了，是不是？那没这道理啊！就先断走手。是，边缘一想点个先手，但是这地方他有点小失误啊。对，柯洁一冲，可以贴这个子对。
这边白棋逃跑是非常有帮助的。嗯啊，然后进行一长，嗯啊，瞄着这个几段。对啊，这时候白棋不断。啊，白棋好像是可以考虑走这个啊。对啊，这个就是说你要看你要吃我这几个，我就可以去掉。啊，这边是重点，先把这边的战场解决，哎，把大部队跑了啊，嗯！你要吃个小尾巴，我就不要了，因为咱本钱多啊。嗯，柯洁实战选择的是一毛不拔，是这个就很凶险了啊。对，这个，就很凶险了啊。你这个，而且柯洁又不是铁公鸡，是不是？嗯，这个你像他今年世界大赛成绩是非常的棒啊，嗯，只输了一盘，对。但是还是输了一盘啊，是吧？对，硬是背，还是被，嗯，对，还是被队友被自己人拔了根毛。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哎呀，把大部队保住比较安全啊，嗯。你要这个一毛不拔就有危险啊。这个柯洁是，如果说最后全活了，那就是艺高人胆大，嗯。要不信了的话，那就说明这步棋有点过分啊。嗯，然后我们之前说这个边向一也是力量非常强的一位棋手，哎，再回到段啊，又回到了要点。对，这个我觉得多少有点小麻烦，因为你这个呢，你比方说你要往这边吃，我这个多了线索之后，你这条路已经被断了。对，你看我把这，你这一尖，我这一尖，哎呀，这个大龙这哪有眼呢？哎，对，做出一只眼就算你赢，嗯，这个麻烦了。所以说，这一断的时候，你现在不能从这边吃，嗯，你只能往这边吃，那你就是那就面临被滚包，要被人家搂包了。是的，人家要请柯洁吃包子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而且他间接的也把这边加强了。啊，对呀，啊，你现在问题是你这边也中了，你比方说，我现在接下来我继续在，我继续在揪着你这个，你现在不仅仅是这个龙了，你这六个还有这一块三个都不能丢。嗯啊，那个不一块就够忙活，两块忙不过来，三块那就直接就对，非常危险了，对，所以说这个柯洁想了半天，还是算了啊，他也不愿意被你打包子，他还是选择回来，回来，但是这个回来啊，这个就凶险了啊，嗯，凶险了，是边向一这样一糊，嗯啊，凶险在哪里呢？凶险在这块还没糊。如果仅仅是这一块的问题，哦，那难不到柯洁吗？估计我上去也行。嗯啊，就把这块做好这个。嗯，但是现在这一块不要忘了，这个黑棋什么时候这一靠，你虽然吃两个还没活干净呢，嗯，啊，这是个问题。所以一虎之后，哎呀，柯洁这个也发现问题了啊。对，那么这首先这一块棋是必须要联络的，哎，所以这个冲没办法，你只能闭着眼睛冲了再说啊。是的，然后呢，当黑棋粘上的时候，嗯，白棋发现这个地方有毛病，天哪，这被一冲就有点像这个大堤这个决溃了，溃堤了一样。这被一冲，你看这是完全挡不住啊！这一冲，如果不走的话，哎，你要一走，这一吃，哎呦！然后我还不是从这儿吃，我是从这儿吃啊！这个太残酷了，打的是鼻青脸肿，是，啊，又一个滚包，是。这个所以我们这下棋的时候，一旦发生被人家滚包，你可以是天生的就是把它给排除了。嗯，被滚包呢都是不舒服啊，很有可能会吃亏啊。所以说，柯洁这时候进行了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长考。嗯，啊，长到了我估计去睡一觉，可能醒来他还没下棋呢。啊，对，这个时候为什么呢，王老师？他如果把这补了会怎么样呢？他补了他就担心这边啊，担心这边的问题啊。你可以看到黑棋这地方都走的铁跟一样的厚，哦，啊，两难能活吗？啊，走了就担心这边，不走这边也搞不定。所以可能还是之前的白棋，可能像比如说王老师说的这个地方，哎，一毛不拔，太过分了，嗯。你都已经拿了八个世界冠军了，是不是啊？这个该那个啥一点，也可以谦让一点，是吧？是。结果这个选择了一毛不拔。被变相一这个很严厉的一反击之后，柯洁陷入大长考啊，长考来长考去，估计一边想着还一边揪他那个头发啊，他那可怜的头发被他揪的估计也不轻，但是你把头发全揪了你也想不出办法来啊，因为是没办法，这块不能没，嗯，那就只剩下这块了，两块你选吧，这块小嘛，五个六七八九也十个子还加虚空也不小，舍不得也舍不得，怎么办啊？所以确实是白棋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长考，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对，我估计这个边长考是我还边后悔，哎，嗯，这是早知如此，早知如此，哎，早知如此，就是没有卖后悔药啊。要有的话，嗯，我先去买一瓶。这个没办法，最后柯洁大长考之后还是选择
对，只能还是得先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太严重了，这边。但是这样被黑棋一靠，这你也得注意，你一常考的时候，你也不是不让这个边相一在那儿把他关在小黑屋里，不让看棋盘。对手也在场。你一常考的时候，对方也在想。你想的时候呢，对方也早就把这块变化都给算清楚了。是的。所以说，你柯洁一走这儿，有边相一马上就啪一靠。哎呀，柯洁呢也没办法，就算是你是柯洁，就算是制孤能力超强的，对啊，就靠这个制孤赢过无数盘的这个棋的柯洁也没办法了。这一靠之后，这一堆人马实在是做不活了啊，没办法。对，周围黑棋实在是太厚了。哎，你看你一冲，我就把这一长啊，你一粘，哎，我再一贴，你往哪儿跑啊？是不是啊？只有这个小缝里，但没用，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先连着呢，全都是连起来了啊。对，这个实在没路可跑。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地方柯洁为啥还进行大长考呢？他估计也是很后悔啊。是，这个要不然这个计算也不难啊。不难，没办法，只有选择弃子啊，这个是，目前的最佳的方案了吧？一立，哎，这个柯洁倒是下得很好啊，黑棋现在是很想从这地方吃下来的、太想吃斋了，全部吃光光啊，那时候呢，乐胜，一反击可就坏了啊，这个冲完之后，这地方有个袜，哎，我们看啊。你得不断。如果说你要想吃白棋，白棋这个粘是先手，这个是先手，这个吃也是先手，那这一断的时候，不是说不好办了，黑棋吃白棋了，是白棋要吃黑棋了，对，所以说你要吃棋的时候，也一定得注意一下自己的毛病，是不是啊？对，不能光盯着对手，这一下子自己对，就出麻烦了，人家一个反击，自己就全崩溃了，那就好。所以黑棋还是要把这两个刚刚的挖补住。这个跳就是在补这个挖的问题啊。然后呢，柯洁这个倒是挺舒服的啊，先冲一下，别忘了啊。对，这样一不小心就差两目，差两目多。现在那是那半目都得，这一贴倒是很舒服，先手便宜啊。这样的这个结果呢，等于是柯洁呢忍痛把这块弃掉了啊。这个不是说所谓的华丽的弃子作战啊，那不是被迫无奈的，非常无奈。对，因为可以看到他的收获是吃这个啊，是这个才十几目，外加这个下面可能收获了一定的20来，对，这是20目级别的，那这个是30虾级别的，是吃亏是毫无疑问啊。这个可以说黑棋呢确定了一些优势吧。但是呢，好在什么呢？之前呢，柯洁还有一些本钱啊，之前辛辛苦苦到处抢地，抢来的还有一些捞的这些。现在算来算去呢，虽然形势不是那么乐观，但是还没到认输的时候啊，还可以继续收官，还可以指望官子阶段啊，能把这个局势给差距给弥补回来。对，然后现在这是最大的，这是最大的。然后这一队人马的这个讲了，这还有个断点不能不防啊。这本身因为一断之后，黑棋是上面一挡是先手，然后这地方有个也是活棋啊。但是如果你要这边也没活的时候，这个断点就厉害了。黑棋坚住。所以说这个黑棋得防守啊。然后柯洁再挡啊。对。同样啊，这一挡之后，这个挖的问题又出现了啊。如果你要不走，被人一冲一挖，又要出大问题啊。对，所以这个挡是白棋的权利。接完之后，这个扳可就是比较这个啊，双先四目啊，双先四目不到一点，因为这个你要扳着完，人家挖粘也先手。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都是双先的关。在收官阶段是非常非常诱人，别忘了必抢的。我们这儿也友情提示一下柯洁，别忘了啊。对。然后，就虎了一下啊，虎一下啊，虎一下也是早就虎了。我们一通追赶，这个忙中出错有点啊，这个次序给漏了啊。这96，我看看在啥时候虎的啊。是在他决定尖完之后决定反击之前虎了一手啊，但是虎完之后这黑棋一打还是个眼，所以这个断仍然是黑棋不怕的啊。但是即便是不怕，柯洁也还是来断了。可能是柯洁判断正常收官不够，你比方说你正常立一个收官，可能他经过一番形势判断，我们知道这 RG 呢，它是每方3个小时啊，对，它不同于其他的这个比赛，它现在是用时最长的一个世界比赛了，所以才从
北京时间8:30下到现在，要不然都是下到天黑了，所以每方三个小时再加上读秒，所以要提前开始。每方三个小时呢，就是大家用时会比较富裕啊，所以下到这儿呢，应该都没有读秒。是的，在这种情况下，柯洁，经过这个形势判断，他认为普通的一例恐怕是不能够争胜，所以他选择了去嘁哩咔嚓，是来一段。对，而且因为我们 LGBA 又是韩国规则嘛，对于黑棋来说，贴六目半的话也是。白棋的压力就更大了，这一段那就是使得局势谁也没有退路了啊。是的啊，因为这一段本身是一步单关啊，然后变相一也非常凶悍啊，是变相一他也是绝不后退，哎，他是先继续冲啊，他还要补在这边了，哎，他还要啊，对，他是补在这边留着这个冲，他说是我不仅要活，我还要带着木活。对，我甚至说这个地方你敢断我，我要让你这个地方还要吃亏。对，我不是简单的做活。这就是很直白了，这个本来你正常的收控就不够了啊，那你现在又赔上了一点儿啊，那就更不够了。那柯洁只剩一条路了，必须要施展出某些手段啊，你要不把这个吃了，要不把这个活了啊。必须要施展出某些手段，要不然的话，这个棋恐怕是九冠王的希望啊，暂时就没有了。是，要从长计议了。哎，对对对，其实我个人啊，我建议啊，这个柯洁这个段呢，如果说没有100%的把握啊，我还不建议这样下，宁可这个缓一缓，缓一缓，跟他收着关。差是差，但是也没差太多啊。你要是用换算的目数，可能是差个2-3目，我觉得。哎，虽然说这个2-3目在目前这关子不多的情况下，可能是比较难，但是万一你也得考虑到这个变相一他还没进过这个世界决赛，对，他可能心态上就遇到柯洁这么强的对手，然后又收获了优势，吃了这么一条龙，对，他肯定是就美着呢，他哪个地方他可能就会手软，对。他本来优势2-3目，他一守个软再亏个一目，哎，就接近了，哎呀，这一想呢，我优势又小了，那再一手抖，你这机会可能还来了，你这一段人家没法软了，人家精神肯定还是紧绷着的，是的，他该什么水平的还是什么水平啊，你这个没有100%的把握，我觉得这个一段可能结果不如这样立啊，机会来的更多啊。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快要追上啊，基本追上时代了，对，马上就要追上了，现在也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情况了啊，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柯洁这一段可以说是一招强烈的胜负手，能不能够奏效啊，就看这一下了啊。是，而黑棋的这个态度也是体现了他对这块棋的自信，柯洁可能是想着，哎呀，你现在优势这么大，哎，你怎么做个活吧，你赶紧做活吧，这样的话他可能觉得这样一立下来之后，对，还能搜刮你，这块棋还有点威胁，还能搜刮搜刮你，他是可能是以为这个变相一的优势下肯定得手软一点，手软一点，但是没想到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啊，还没到这个变相一清点这个战场的时候，所以说变相一现在因为他刚刚杀了一条大龙，神经还处在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是的啊，所以说他毫不犹豫的就虎在这儿，那这个也是很直白了，他虎在这儿就是告诉你我不怕你杀，这个哎呀也是比较这个残酷的吧，是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局部的演行啊，局部柯洁呢实战是爬这个，对，我们之前看这个地方，虽然之前黑棋段是中计，但是现在到做活的时候，这个段可是黑棋可以就是做活的一个手段，所以白棋可能就不能直接从这边来破眼，它是从上面破眼，然后黑棋啊，黑棋还把这几下冲掉。哎呦，这简直这个真的是不是？这是真是不怕死啊！这个他觉得我就是活的。变相一这个简直是太疯狂了啊！这个优势下能够敢这么下，这个胆量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是啊，咱不管他行不行，他只能说他这个胆子非常大。他这个招法完全不像自己有本钱的下法，对，感觉像他要搏命，就是我全都捞掉，然后跟你决一死战的感觉。他不会是觉得他形势不利吧？如果是这样，那就太有意思了。是这个柯洁，这个那柯洁最后是得吹一吹了。如果这盘棋柯洁最后真的能够把他这个棋捞回来，那你们说我这是被迫的，
不对，那是我故意的，那我们也没话说啊，对不对？因为他最后他确实有好的结果啊，但是从现在这个变形金这个下法上来看，真的是这几天有点疯狂，对啊，他不仅仅是这几天要冲掉，就是说，因为人家断的，人家都柯洁告诉你了，你不走我要杀你，对不对？他这么直白的告诉你了，结果你还敢这么虎，那你应该是很有把握，对。但是问题是我们看看这一盘，好像也这黑棋的这个招呢？对呀、啊，好像我们当然站在这个大棋盘上，看稍微有点视觉上的出入，但是也好像也确实没看到他的招呢。对，而且对于黑棋的角度来说，本身比如这个地方以后真的惹急了，做眼还有点关系。对，而且怎么全都有一点是你不能这个，你比方说你假设在做活的时候，你被白棋多了这个挡，你上面就算是活的，那白棋这样一立，你这个虎可以说是反倒是副作用。你还不如人家一断的时候，你赶紧老老实实做活去。对，所以说他的招了啊，他的招是出来了，他是说。我管呢，我管到三七二十一呢。是，我这边先舒服了再说。这边呢黑棋是舒服啊，这本来是白棋拆的一个，现在黑棋已经全捞了。对，那现在问题是这几个兄弟是啥意思？这几个对呀、啊，这几个兄弟，你这一管，我这一冲，这边是没有手段，招呢还是那个问题啊？我看到了一个招，这样吗？我看到了一个招，对，他有一个这个招，有一个点。如果说这样我再拐，哎，这一拐，你再一冲，哎，他这一挤没了。但是你美的时候，你记得，你说吃个丁四是不活的、啊，你比方说你是美，对，这一粘，高高兴兴的吃，哎，你反过来一顶，你吃四个，我吃你全部，啊，是吧？这就坏了啊。所以说，变相一的招在这里啊，他这里边暗藏一顶，可以吃四个，好手，哎，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先吃一个，啊、对。那它用意就简单了，哎，一粘，一粘，它这一有一顶，是，哎，这变相一这计算还是可以的啊，这可以活棋、因此这地方一吃呢，柯洁就不能给他吃到，对，不能给他吃到，那现在白棋就是，假设啊，这地方有个子，啊，那我就可以把这儿、就可以把你给杀掉了啊，这个是个先手啊，这也是个先手，对。这个是不是先手？这个不一定是先手啊。那我们得看啊，柯洁怎么利用这个地方。对，总而言之呢，现在柯洁找到了一点头绪啊。是。然后我们看看实战，我们现在也很紧张。哇，柯洁出招了。哇，没想到这个里边还能挖。哦，我们品一品啊。我们前面说过，这个是先手、啊，所以我不能吃这个。所以你不能吃这个。你要吃这个，我利用这个先手一长，我这个跟你这个形成杀气了。且不说谁气长呢，你就算收气，那你损失也惨重。我们要知道，黑棋这个地方占的便宜啊，不是决定性的，是目数，不像你吃了别人一条百目大龙，二三十目你都看不上了啊。对，所以说这个地方一挖的时候，黑棋得小心啊。黑棋如果你要吃这个的话，那白棋有这个借用这个先手，这一长呢，要这个黑棋头大了啊、那这要一挖，如果说你要不敢吃这个，你要吃这个呢？吃这个我们看看，哦，这地方也有学问，柯洁可以利用这个先手。哦，所以就我还是看着我要用虎的先手。对，你这个只能破眼。然后我就这个接。对，记住我这边有 N 个先手啊。对，而且我先不用掉这个。先不用，你要走这个。对。那这地方又多出来一个断的味道。是。哎，那我感觉还是有点文章做的啊。是。至少这个地方什么。顶一顶啊，对。我要是黑棋，我很头疼。啊。对。哎呀，柯洁还是厉害啊，他这个你可以在这个夹缝之中，他找到了一些手段。这小招走的黑棋有点难受。打也不是，打哪个都不是。对，这个地方还是。那我现在觉得很振奋啊！是、这个、本来已经。本来看到这一代的进程，其实我们是有点替柯洁担心的。对呀、啊，本来那个九冠王好像在要跟他拜拜了。是。现在他慢慢又看见那个背影了啊！那奖杯又能看清楚啊，又能有越来越看见一点希望啊！是。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黑棋该怎么办？关键的时候，对。因为是时间比较讲，八点半，现在是两点半，那读。如果说柯洁用时比较少的话，变相一是有可能进入读秒。从开始的这个进程来看啊，变相一是参考的时候比较多。对，如果现在还变相一进行读秒了，那柯洁就太有机会了。对，我们更觉得有希望。因为现在是最需要时间的时候，这是一个纯计算问题。你感觉再好都没有用啊，因为有些时候很多妙手，我们说鱼形妙手，很多妙手它确实是可能。不太好看，但是管用。现在是纯拼计算的时候，时间那是非常非常关键啊。
就像这个时间就像弹药一样啊，有一个算一个。对。那现在这么这个刺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特别希望能知道一下这个用时，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我们没有前方的这个资料啊。对。啊，谁要能？对，我不知道导播能不能帮我们看看有没有进入读秒。如果说其实我们只关心变相音有没有进入读秒。变相音现在开始读秒的话啊，那柯洁我觉得很有机会啊。是因为这个棋确实刚刚王老师给大家分析，就白棋始终不交换这个的时候，黑棋这两个就已经很不好下了。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呼应过的，这个两打同金不打，保留的妙位啊，是我全都不走啊，我看着需要用哪个，对啊，用哪个我就。再选哪个啊？是的，这一挖之后，我们看黑棋是走什么了呢？黑棋是选择了拐这个是吗？黑棋选这个拐是真的吗？拐的话不是虎是先手吗？这个是，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下法。拐的是我这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这步棋超级超级的怪异啊？因为我们前面说过，这个就是先手，这个是先手呀。那在白棋这个先手的情况下，你这不几乎是一步废棋啊？是呀，对这个地方，这个莫非我们想象一下，是变形一读秒读到十九八七，哎呀要超时了，赶紧走一个，发现哎呀怎么下错地方了？哎呀，不会又滑标？这滑标应该也不会了，滑标这么少见的事情啊，不会老出现的，特别是这个经过一场之后，肯定各方面都已经都调整好了。那这个好奇怪啊，这个拐我怎么觉得这么奇怪的一手？是啊，这个是实战，我们现在能看到实战的这个进程吗？对，我们也追上了这盘棋的进程，因为我想柯洁应该看到这步棋以后，觉得一定是敏锐的感觉到机会要来了，这个时候他一定要不是这首先能确认一下，这就是实战吗？因为我以我的、这个、实在是觉得这步棋有点就是你确认这就是实战是吗？但是我们看我们因为是用网络进行的，是不是这步棋如果有问题的话，它应该会好像还没有往回倒腾，也是看这步棋已经落上去挺久了。哎呀，这个有点像 AI 的棋啊，完全是理解不了的，超乎了这个想象的这么一个下法吧。它的用意是什么呢？我都有点晕，因为咱们前面对我们一直说虎是先手，滔滔不绝的说了半天这是个先手，然后结果他往这儿不搭嘎的地方再走一个。虽然说咱们围棋史上也有过这所谓的这闲招的妙手啊，就是我印象很深啊，那就是在子子里边啊，他走一个再多走一个，两个子子变三个，然后对你什么也影响没有。他的好处是什么？他这手走完之后，他外边产生了两个绝对先手。然后他说：“我这两个先手，用哪个你都完了。”所以他叫做闲招的妙手。但是这样，我怎么觉得跟这盘子不太像啊？是，这个长得不太像啊，跟那个闲招的妙手。但是柯洁对在长考，那就说明什么呢？好消息是柯洁有时间。是吧？你要读秒的时候，可能变相音就进入。我们知道这个 RG 的读秒规则是40秒一步。对，我们在这说了半天，好几个40秒了吧？所以说如果柯洁读秒的话，那肯定得马上落子。对，如果他没有落子，那就说明他还有时间。是的，如果他时间很富裕，那说明变相音可能已经读秒了。对啊，那现在这个对柯洁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怎么办？我们来看看吧。我们假设他就真的是走在这里，对，那我们正常的第一感就是走这个了。对，走这个你这个能不能吼在这儿啊？你吼在这儿，那可以，没问题啊。你吼在这儿，我这个也是先手啊。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这里边要进行一个杀气了。什么情况啊？我们既然反正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就来看看吧。先给黑棋数棋啊，黑棋这个，你猴在这儿的话，你这个还真吃不掉我。对，你发现没有？发现了。对，就是我也是有利有弊，就这个子儿的对这边可能好一点，但我如果在这儿的话，你现在这地方就有，我就厉害了。对，那如果说这有个吃的话呢，白棋现在也不能这么下。对，那么白棋是不是给我们退出来这么下？对，所以一会儿我得看你这个是走哪里。如果你要提在这里的话，那我就退了。对，那我们看看这个图。截住。那看起来我就冲，我被您挖，我是不是可能气会变少？但是你这被我圆，我可能也会整气。那我挤掉，所以你挤掉。然后我是不是得
接一个、啊、然后假设啊这个延续的常用手段、嗯、这样一接、嗯、然后我们进入啊小学阶段了啊幼儿园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呀、嗯、黑棋棋真不少还挺这么长呢十棋、嗯、那白棋呢一二三四五六只有六这还有一口啊这还有一口七口 七口对十口啊那给你出道题七口对十口啊差三棋、嗯、差三棋呢那就说明这个收棋杀棋白棋是杀不赢的但是白棋可以获得、嗯、你比方说黑棋如果要收七个、嗯、收七个、啊、然后我可能送了你两个嗯得五目对得五目官子应该外加外边的这一些官子的便宜、嗯、估计收益在一个天目是但是一个天目够吗对这边我好像损失也有一个天目所以如果只是这样的收获的话白棋应该不能买怪不得柯洁要常考呢因为你简单的收气 不行嗯哎、简单的便宜虽然大概有七目的便宜但是因为你这边损失了十几目啊仍然是不能够扳回绝胜对柯洁仍然需要有非常好的手段的对这就是他现在进行长考的原因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那变成一个看起来有点像拐也还可以啊、嗯、对不对至少拐的你不能说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就把我给干掉是不 是哦怪不得柯洁要长考那柯洁会有什么好的手段呢我们看看这个地方看白棋还是得利用黑棋这边有没有可能有什么问题、如果说这个先手利用都不好使、嗯、我是暂时是看不出什么特别妙的东西了那得估计得来个什么天外飞仙了很妙的这个手段才行对这时候要能有个决议可能还能或许还能好使啊是但是只凭我们两个这个凡夫俗子估计是看不出来这个柯洁的妙手在哪里啊嗯柯洁呢当然现在也在长考啊啊长考完之后柯洁选择了还是走这一步 啊这个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嗯、我怎么觉得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是哎，王老师，有没有可能你冲的时候，我这边啊，你就是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地方黑棋总是要补，啊、是吧？啊，黑棋还有可能补这里，我们先算它补这里吧。这儿我有没有可能？你的意思是长？我是这样啊，你选择啊，我这边怎么？但是我补在这里，你不能走这个呀。啊、你走到这儿的话，那、啊、外边是该着三个了。嗯，啊，你的意思我还是不太能，好像不好组织哈。啊、走，能不能先走、嗯？啊，你是说在这个地方什么的？这个地方黑棋棋形也很厚啊嗯啊你这个地方要走出东西来也不容易、嗯、哦哎等等等等等等同志们我忘记了一点啊黑棋要做活这个的时候白棋这个会变成先手哦啊白棋这个变成先手之后这个挡回来之后我们说这地方便宜大概是七目的样子、嗯、那这个挡回来之后这地方白棋基本没损失啊嗯那会不会也能收是哎这是个大好消息啊忘记了这个啊因为这个的先手这边其实黑棋是没有走到什么便宜的啊、嗯、那么白棋这边是不是也不用特别着急了、啊、能收个气就可以接受啊对这也是一种可能我们来看啊实战小那个变相一倒是下的挺快的啊说明他应该真的是读秒了那 他可能也是在利用白棋思考的时间啊他应该已经想好了如果你虎我就走这个但这步棋的用意是看的是晕晕的他当然是想让你沾了你沾了他在做活他就便宜了呀是他是不是甚至我就这么活了、嗯、啊对呀如果他要能有追求能不为了顾及这边他活在那边那白棋是不用收控了啊因为那边他彻底是收入了十几目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是很紧张啊那我们看白棋也下得很快这步棋那白棋呢哦柯洁选择反击了嗯我不听你招呼是哇这个看起来很晕呐、啊、他可能他是说他的要求是不是要哎我要走在这里对哇这没有这个棋子对这会不会又生一个杀你比方说走在这如果你要一挤嗯啊我一接嗯你一断这我这一挖完会不会又是一个收气但白的气也非常紧但是黑棋有四口气对可能白棋只有三口气对这样就是白棋气不够王老师说的这个气好像白棋这个白棋气也不够就如果只是简单的在这滚包然后收完、对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一旦到这个杀棋的时候、这个真的是这个
难看就难看吧，就不怕了啊，因为你看你滚个包子是舒服，但是我把你都吃了，也不在乎了。你这一断的时候，黑棋有四口气，白棋只有三口气。啊，不不，这不这得啊，对我还得你的重品啊，哎，所以你看纱布，纱布，那也照这么说就是，简单的下不行，柯洁还得继续有些什么妙手。对，嗯，我们来。静待啊，柯洁的妙手，因为柯洁的这个战斗力那是非常的凶悍的啊。嗯，那我们看，如果是打完以后，当然我们就可以给断了嘛，断了是绝对先手，棋逢断路生，这个也必须得走。然后他的这个手段是什么？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手段？这里边是不是有个吃的点？我们看看啊，吃点，这一点是不是很凶悍？因为随便一看，那我要不要把这下粘掉啊？啊，当然这个是得粘掉啊。对，粘跟黑棋起交。哎，这一点你假设要走这个的话，你看我这一挖，我们假设先来痛快一下啊。嗯、这会不会出劫？嗯，一出劫，柯洁可就来劲了，因为柯洁死了一块棋呀、啊。死棋的最大优势是劫财多，是吧？嗯、哎，这地方是不是有个点？我们来仔细看看啊。很兴奋啊，嗯，对啊，你走这个不行，你走这个也不行，你走这个也不行，你只能走、这个、冲回来呗。那我就走这个啊啊，然后你这只能提，嗯，然后我再走这个，你敢冲吗？会，我冲、哎呦，他好像能冲，哎，觉得冲。我本来是想你不敢冲，你走到这儿，啊、这样我延气了，延气了，我就可以给你杀气了。但是问题是你这一冲，我一吃，看起来白棋可以打完了一段。你以为高高兴兴的把我给断死了，但是我说我从后边吃，吃你一劫不归、嗯、那太遗憾了啊，那就是说我这个手段虽然看起来很厉害，但是实际上是没有效果的、嗯、哎呀，那柯洁怎么办呢？这地方如果这条点是无效手段的话，那柯洁还能在哪里寻求手段呢？嗯，我们看看现在。以我的水平，我暂时看不出来了。我暂时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柯洁的还有什么好棋了。嗯，我们现在是下到这个局面。对，这是实战的局面。我们说假设啊，变相一现在走这个，那变相一还没有落子，那说明变相一也没有独苗。哎，那这个，看来他们俩的用时就非常接近了。嗯。都没有读秒啊，都没有读秒，对柯洁不是好消息啊。这个大家都有时间，那现在就是一翻一算了，一翻一瞪眼啊，是不是？现在如果走这个的话，柯洁我们刚才就摆了，就假设啊，预想图是这样的。然后白棋的手段在哪里？我们刚刚王老师说的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像，看起来很厉害，嗯，但是很不幸啊，别人可以从后边吃接不归，没戏。是的，你现在你一接我一挤。现在不要说，去吃谁吃白棋了，你自己都要死了。嗯，你如果要接这个的话，啊，这个我是不是能不在这儿？对啊，然后我那边我就一走，还是这边的问题啊。你虽然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确保利用这个先手可以确保自己安全，但是问题当你接这个的时候，我得吃这个。我们前面给大家都数过了，这个我无所谓吃哪个了，我走这个也行啊，因为这个白棋只有六气，黑棋有十气。挖掉有用吗？那以后能吃掉啊？你这是还是收控了，但是你那边被黑棋干掉了十几目、嗯、啊，那边被黑棋干掉十几目，这个还能收吗？而且你啊，这边还必须得走先手，因为你不、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白棋必须得抢，我感觉上是没啥便宜。啊，亏多少还不知道，感觉是没什么便宜，所以现在怎么办呢？但是问题是，变相一也迟迟没有落子，那他又在想什么呢？我们站在实战的角度啊，像这种显而易见的一手棋，他不下，应该是有所担心的。哎，对对对，他可能是有所担心的，但他的担心是什么呢？这个。我是看不出来的啊。你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先走一个这个再说，因为，莫非他想着全杀？哦，他觉得这是个机会是吗？那太夸张了，这为我小小的一挖，马上就全面崩盘了。你一吃，我这先手救回来，还打你个包子，然后再一尝，你本身黑棋杀气杀不过了。嗯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我最希望变成你走这个啊，走这个柯洁就吓死了。是的啊，那你不走这个，你就走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但是走了以后我们说过这个戒指先手，对啊，你总不能上面不要，对，没有这个棋子，那你这个一退回来我估计那边线也可能考虑说是这样，你退回来你是退回来了，但是我这样一挡全杀，但是多了这个退之后，这边我是不是真的可能有点手段，甚至可能跟黑棋上面形成收控杀气，对，而且黑棋现在没打到这个，不知道白棋以后有没有可能这一代你就说你打不到了，当时没打掉就可能会造成这个有可能生变，非常严重的问题，变线也可能是在考虑要全杀，对，他觉得就是这样一，如果你要走这个的话，那么白棋接这个之后然后再接这个可能会形成一些收控啊，那样收控我觉得白棋也没啥便宜啊，但是可能损失有多大也不好判断，因为毕竟是跟原来的这个局面不一样了啊，如果接这个的局面就是黑棋在这上面得了十几目，但是在这边亏了多少是未知的啊，我虽然感觉是这个收气最多也就十来目价值吧，但是确实是一个新的变数，所以变线也可能在考虑直接咔嚓一下子全解决了，是不是一个机会，对对对，是机会也可能是陷阱，对，所以反正现在就不能走这个了，是你一走这个被一挖，美滋滋啊，对，这种错误你也不能指望他变线一下，他要是下这个那就成我了，那就只能在这儿讲棋了，是吧？就不能去下棋了。那就是这个啊，再考虑凶狠的一段。这一段如果说柯洁没有手段啊，那就不用说了啊，因为收气没有意义了，全都被吃掉了。只要黑棋气比你长就行。是啊。那就柯洁基本上就是说黑棋就是 A B 目前这两种选择，等待着对变相鱼的选择。是的。变相也有时间。从这个来看，确实黑棋在这个地方还是有挺长的思考时间。要我下，我还是老老实实选这个，因为这个我看确实看不清啊。这个接，然后你那边一顶，哎，那个顶是好棋啊。你走这里面是到底是什么？我这接这个吧。这可能还得接这个，接这个还怕被以后有可能扑还能接完之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口气。然后白棋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口气，白棋一旦要能延出一口气那还差一口气啊，白棋得延两口气，白棋能不能啊，对，坐在这儿，这就差了一个，对对对对对，你现在呢对挤来不及了，是不是？不是啊，你挤完之后你还得冲啊，啊对，那我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那这边一团下去了，那就变成八口气了，那如果你要再走这个，我要这一团哇再出个劫，那这个麻烦越来越大了，不敢不敢不敢，这种攻气白棋一破眼就得黑起来贴了，对对，有眼的时候我们也得记住啊，当对方有眼的时候出现这种攻气那都是白棋的气啊，也不是你黑棋的气，所以说我们说在对杀的时候你做出眼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是只有攻气的情况啊，有攻气的时候你做出眼你的气对方的气就变成你的气，这一出一入那厉害了，所以说这个我估计够呛，对，这个黑棋有点勉强，对对，那可能还是吃挡在这儿。哦，他实战果然下了，他还是选择了吃在这儿，然后柯洁还是很帅啊。白棋很帅的，就还是挖在这儿了啊。他说这接是先手，但是我这更妙。这个地方只要是柯洁能有一点小便宜，就是好的。是的。所以说这个挖看起来还是好的啊，还是比这个比我们接了接这种这个单纯的下法要好。是。这个。现在挖黑棋要是注意白棋这粘是先手，对呀，所以你不能走这个啊，是很想吃，对，你吃完这个你以为你这一挤可以一字两用，但是你不要忘了白棋这个子也是一字两用啊，白棋多了这个接之后你这个顶就没了，这边也不行了，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吃这个啊，一吃这个柯洁乐呵呵了，你不能吃这个，那你反正你这个地方也确实也动不了啊，对，你冲这个，冲这个，我就断那个，那我就可能保留了，再走这个可能，那不行啊，那这个白棋麻烦了，白棋这还该一手啊，你不能走这个，那白棋还是得，这样还得接、就让我不能沾这个，那我如果现在顶这个，你这地方有没有啊？这个子有，那这个柯洁是怎么忙活的呢？我还没反过味来呢，
如果说你得走这个，嗯，然后我现在做火，你把那边做火了，然后，你不能接这个呀，你接这个的时候，这边不是出问题了吗？嗯，这个情况好像，我们得看看是不是给那个哪地方少摆了一个子儿，嗯，151152没有，这地方啊，这个没有，就是说嘛，你这个冲还暂时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时候，哎，这样的局面啊，153154151156，你先在冲，对呀，然后白棋挖的啊，然后黑棋，然后我吃嘛，补那个角，对啊。那你没吃这个啊？如果我吃呢？你吃，那他还是就可能还是粘这个喽嘛？对呀，还是刚刚我们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你现在，那就是我单走。哎呀，但是变相一同志好像更凶悍，他给我打到那儿去了，他这个太凶猛了吧？哎，他怎么还追求啊？他这个简直是就是不给柯洁活路。他这个意思是打一下，如果你要立，那他再顶。他这是打一个有什么好处呢？我就算立，你的好处是在哪里？对啊，跟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吃这一下呢？我这也是看不太懂这个棋，跟这一下有什么关系？他的关系就是让你没得选了，你失去了这个选择，啊，你本来呢，你可以选择粘这个，把这个四个弃了，嗯，然后把这个渡回来。你现在呢，我这打了一下之后，我如果再粘了之后，罗莉一粘就把你吃了，哦，啊，这俩交换就是使白棋的选择变少了，哦，啊，所以说你现在当我这么下的时候，这一拐你只能是吃这个，嗯，走这个，让我踢这个，哦，那也就是说变相一这一打，如果柯洁立的话，那这个局部，哎呀，那就黑棋就太便宜了啊，所以说柯洁也不能立，嗯，啊。但是这个地方他难道不担心白棋转身这他就判断清了吗？这我觉得他也是，我觉得他很有勇气，所以说他胆子很大，啊，而且他现在你不要忘了他这边是不是提着还保留着一些东西，啊，他觉得我好像这边还隐隐约约的，那也只是隐隐约约呀，你提完之后还是动不了，哎呀，这个地方我有点惊讶，嗯，因为从我们之前王老师的分析来看，就如果白棋这个地方收获不是特别明显的话，黑棋能够这样做活已经可以满意了。总而言之，这个棋是太刺激了啊！对，这个时候突然黑棋在这里，黑棋还要追求，嗯，这一追求到底是好是坏？我们要不也来个且听下回分解？那不合适啊！咱们还是现在来看啊，嗯，这一想要柯洁立，柯洁如果立，那这个棋就完了，嗯，啊。所以说柯洁不能立，因为你一立的话，被一顶的时候，你这个局部就是白亏了，嗯，啊。柯洁是实战选择，冲啊，吃一下，这是先手啊，然后果然转换。哎，我觉得这看起来还不错，太刺激了，是这个不用说了，这个黑棋只能先拔了再说了，嗯。拔了之后，那黑棋白棋也是应该挡回来。嗯，挡过来之后啊，我们先不能这步棋先别乱下啊，因为挡这还有个提的问题。我如果说假设我挤在这儿可以这个，哎，挤在这儿也不行啊，也没。那我这个地方不能走了，我只能是不在这儿，因为我这个如果要在这个地方走的话，这个地方被你一提，你一吃，这地方黑棋有个吃。嗯，这个白棋是不行的，你一粘我一冲杀气是不行的，嗯，所以说白棋呢只能把这个你呢粘上，嗯，哎，这样的话局部黑棋这个活不了，黑棋呢但是白棋也没活呀，这个棋刺激了，这个确实是，嗯，那接下来也会非常的复杂，对呀，这个谁弃长啊，急感觉上是不是白的，但是白棋得小心，你就算吃了我行不行啊？因为你要是记着，当时白棋这边是一片，也是30+目，30目加的空啊。嗯，现在你变成黑棋的10+目，出入也是5字头了。嗯，那你吃了我10、20、30、40，行不行？啊，是。而且这个气看起来黑棋也不少啊。如果你接下来一嘎完之后，1、2、3、4，啊，气白棋倒还挺乐观。这倒是个好消息啊，气还白棋很乐观。嗯，那这样的话，如果气很乐观，那黑棋就不能这样收，不能这样下了。黑棋只能可能直接考虑这个收。
啊，利用这边的选手刺激啊，这个非常刺激，用两个字形容就是刺激，嗯，就是风云突变嘛，嗯，这样双方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等于是下到，白棋打吃的时候，但是像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这种刺激的场面，嗯，肯定是落后一方喜欢的。对，是不是？嗯啊，你都已经好好的了，你肯定是希望稳稳当当就行。嗯，一旦产生天翻覆地的地覆的变化啊，转换也好什么这，那肯定是落后的一方是精神百倍。嗯啊，那领先的一方估计是肯定是后悔，是，早知何必当初啊。所以说现在肯定是柯洁是比较处于比较兴奋的状态啊。是的，这个这么啊，这个只有提黑棋。嗯，提完之后呢，柯洁现在。我们看看啊，柯洁但凡能有点好的这个结果的追求，啊，黑棋我看到他实战，他没有提这个，他又提了这个，啊，我觉得黑棋感觉现在招法有点乱。哦，他又提的这个，嗯，那就是他认为这个不能被杀，他那这个变相逻辑有问题。对啊，那你吃他干嘛呢？如果他认为这个是必把的，那他就应该当初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做活了，就顶嘛，就做活也很简明啊。因为刚才我们摆了，刚才被白棋一沾这个黑棋，这个气是不够的，黑棋只能选择弃子，嗯，弃子我们这个限于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两个转换是哪个大，我们只知道啊，这个转换肯定是落后一方欢迎，这个，啊，这个你如果是领先的话，你不喜欢出现这么大规模的转换，所以说从现在边心又一提这个来看，边心可能又觉得转换又不够，那这个是柯洁欢迎了啊，这是柯洁欢迎，而且你多了一个提，你这边杀气就一定就能赢吗？好像也不一定啊。但是是多了一个皮，确实气好很多啊。是，那是另外悬念。白棋先，哎，白棋接在这儿也很好啊，这个至少是已经目数收益很大了。嗯，而且这回这一接是什么情况？这一接我们数过，白棋是七气，如果白棋一接，黑棋一接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哇，这边白棋黑棋只能侥幸的快一气了。哦，啊，那这个还得不能让白棋有什么延气的手段，但是我怎么觉得不对呀，啊？这地方白棋一冲，白棋基本上要延出很多气来。是。那如果你要挡的话，那你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哎，那我一挖是什么呀？这六对六，谁先收谁就杀了。啊。咦？哎？难道是都用不着那边？跟那边没关系。这边就把边线鱼拿掉。这个赶紧，我们赶紧看实战啊！看看这个感觉一下子我们就兴奋起来了。这个棋看一六五，他又把它提，他必须提，啊，这个没粘。对，我们先等于说黑棋，啊啊，这个冲掉了，这个已经冲掉了，黑棋白棋打了一下，黑棋提，白棋粘，黑棋去把这提了。啊，然后呢，黑棋把这个粘上。我们前面说啊，这边一冲，嗯，黑棋白棋要延出好几气，因此他只有打。那这一发呢？然后我们开始数数了啊！啊，啊，这个先咱先不走啊！啊，一二三四五六，对。白棋六口气，数数黑棋啊，一二三四五六，六对六，嗯，谁下谁下谁杀谁，白棋如果一挖，白棋把这个杀掉了啊，幸福来的这么突然，但是你先别着急，那你白棋那个能死吗？哦，白棋如果这边要死了，哇天哪，这一个巴掌也搁不下啊，哇，太刺激了，还不能高兴的太早，太刺激了，但是现在白棋至少是什么，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嗯，白棋这地方已经吃着了。如果白棋能把这块做活，啊，那就拿下，啊。现在黑棋的任务比较严重啊，黑棋必须把这块吃掉，嗯，然后呢再能数一数到底是，谁好谁坏啊？是的，这个所以说现在柯洁那是，哎呀，这个很有希望、很有机会的这个状态，斗志满满。现在我们来赶紧看看啊，柯洁的选择就是有吃的先吃，这多少？我这多少？就当初是黑棋杀白，现在变成白棋杀黑。哎呀，这个数字我们就往大了拆吧，估计得有百目的，嗯。对，因为我们看到黑棋的子和白棋的子都非常多，然后还带着虚目。对，其实这边目数不重要了，现在就是如果说这边柯洁还能确保不死啊，那这个棋就没有造出个劫来，嗯，那都不用说了，肯定是我们就会宣告柯洁获得胜利。对，我们来接下来看啊，啊，赶紧，如果要杀这个黑棋得走。嗯啊，这个如果黑棋不走，这边一打又出眼又出劫啊。嗯，所以说黑棋，所以我为了有进吃，哎，必须得挤这个。但是这个我觉得已经可以差不多可以提前说，变相一疯了，因为什么呢？这个一挡回来之后，这一吃我们知道这个黑棋是没活的。对呀，啊，黑棋又不能收气，白棋自己都快活了。嗯，这我觉得柯洁基本上啊。没问题了，嗯，从这个经验上来讲啊，从这个题型上来看啊，这个边疆鱼已经杀昏头了啊，杀昏头了，
我们再来看看实战啊，是，哎，这跳还是新手哇，这个没法看了，没法看，越看越啊，然后再爬啊，现在这已经一只眼了，这边现在问题是柯洁是活也行，收气也行，对啊，如果实在不行出个劫也行，嗯啊，或者说基本上都快没有不行的了啊，是的啊，但是别超时了啊，这个怎么办呢？边线一，因为边线现在必须得杀了白棋，杀了白棋行不行还不知道。这个有点尴尬的地方是吧？对，但是现在黑棋走这边也都来不及，这白棋这个还是有先手，然后这边已经快活了。哦、这地方还有叫吃啊，那就我觉得都应该是不是再过几手就该、嗯、该投降了？我们来看啊，黑棋点这个，啊、点这个，啊，白棋挡住。对，我们前面说了，这是一吃，黑棋还没活，现在黑棋关键是还收气，黑棋。我觉得也不能够啊、嗯、怎么办，我估计没办法，是感觉好像突然就从这步打开始、嗯、黑棋一下子自己就乱了，你看黑棋这个是应该是打将，哦对，他现在还就要，但是这个地方你这个挖针不长气啊、嗯、啊，你只能是靠着这两个跟白棋这几个杀，那是估计是没希望的啊，对，让我们看他继续再打将、嗯、这又没用啊，对，嗯，啊，又打一将，那看来他是没什么办法。那也说明现在是进入独秒了。嗯，哎呀，这个边线一只能说这盘棋是把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对，应该是就这步棋吧，啊、当时还是很难说、或者说之前没必要把自己。但是我只能说什么呢？嗯、就是因为我们是对，我们是旁观者清。你在对局者的时候，你想把这些都判断清楚，没那么容易。嗯。你比方说那时候还吃了这个之后，对，又要转换，又你指不定边线一数控，哎呦，我吃这么大一块，怎么才好那么点儿？他还觉得精神受到了打击呢，嗯，是不是？我们觉得还是黑棋好，这个心态是不同的啊。所以说这个边线一后来才那么疯狂啊，嗯，这个去疯狂的去杀来杀去，居然把自己给杀进去了，这个也可以，由此也可以证明这围棋真是很玄妙啊，很有趣啊、嗯、对，怎么能想象在那个时候，怎么能想象最后黑棋这个居然会被白棋杀掉，是啊，这个太也很过瘾呐、啊、这个棋，对，而且甚至好像白棋也没有付出什么很就是直观的代价，嗯，就通过在这一代的寻找头绪就完成了这么不可思议的任务。是啊，我们现在已经有点开始这个幸福来得很突然，对，要连坐凯歌似的了，我们再看两步实战 啊这个我感觉也是，这也乱了，雪上加霜，这我刚刚说这是先手了，这马上要活了呀，这一吃这俩就漏了，是，那就是说现在白棋这边已经活了啊，就白棋自己活了，现在是黑棋反倒没活，是应该说黑棋越下越就是、黑棋已经现在乱掉了，他的这个心情我表示同情啊，这个但是没办法，这是胜负世界就是这样，是的，你有功夫你有招你就拿出来，你没招就是被人蹂躏、嗯、你像现在这个棋你神下来也不行了呀，对，这会儿真的是这个地方是活棋，这个地方要叫吃，人家那是黑棋这一白棋这一吃，黑棋这样还进去了，是最主要的是这儿死了已经，对，一下子由本来形势混沌不清变成白棋大胜暴胜，嗯，这你的要赢多少得有多少，对，这黑的一下子这先欠一块、嗯、然后这边也收获不明显，这下简直是惨不忍睹的一个，柯洁现在真是有点挡不住啊，是这个棋最后是以这种方式以这种结局，嗯，我估计边向一同志今晚都难过的会睡不着，这是什么也想不通，我这百思不得其解，吃了白棋一块咋赢的还优势的很有限呢，然后再过一会儿自己就全死了，这是什么情况啊？对，最大胆的编剧敢这样编吗？啊，是不是？这个棋确实是啊，这个剧本只有两位棋手能写得出来了，也非常精彩啊。这个，但是也不能不说，柯洁这个确实是厉害。嗯，他这个一直没有让你把差距拉开。对，你这个在这个下棋的过程中，你就会不断的进行自我怀疑。对，我吃了那一块，我怎么还是优势的不明显？对呀、啊，我这怎么回事？我在这个进退容易失去，所以才会下出这种疯狂的举动啊！对，这种一打太疯狂了，你打的对方没有退路啊！别人一旦要退一步呢，别人就挂了，别人只有反击，但是呢，别人一反击，你发现你又不行了，那只能说你这个举动是非常疯狂的啊！是的，非常是不合适的啊！对，这一下子。这个局面无论啊这个实战还下还继不继续，应该是在白棋提完之后都可以宣布这盘棋已经白棋胜定了啊、嗯、因为这个不会再有反复了，对，这个又赚了两气，
现在一二三只有四期了啊，四期对六期，你差两期。现在这地方一个教室，一个坐活啊，也都非常牢靠了啊。是的，而且这个接好像也迟迟不再转播了，我估计也是，变相也是认输了，因为这个节确实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啊。嗯，是的，那我们也可以提前恭喜柯洁啊，就虽然一度中央陷入了这个困境，但是还是凭借了他这个敏锐的奇感，强大的这种就是乱战的能力。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能是柯洁已经下出这种威慑力了。嗯啊，对手已经有点惧怕他了。是的，要不然不会是这样子的啊。这种场面只有在发生在很奇特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啊。这个怎么会最后自己全杀死了呢？嗯，但是无论怎么讲，我觉得还都是得恭喜柯洁啊。他这个本来我们以为他这九冠的之路得延后了，没想到现在又好像又在眼前了。希望满满。对，是的，也是我们棋友们最乐意见到的局面。所以也是恭喜柯洁闯进决赛，也期待他在之后的决赛当中能有更好的发挥。好，那我们今天的这盘半决赛呢，先为大家讲解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之后，为您带来女子名人战决赛第一局的赛事直播。有微信号。